好啦，看号次好不好？哎！啊，要乱动，要乱动！你怎样？你是怎样？我叫你停下来，怎么不停下来？你敢抓我？跟我爸讲啊！我叫所有艺人。你停下来！你停下来！你停下来！我不会。你停下来！你叫什么？叫停吗？你停下来！你这样冲撞我！你怎样？你这样冲撞我！你敢进？你敢打我？就跟幺三动，幺三动，幺三动。怎样？你要干嘛？我那是啊。你这样子要干嘛？你才要干什么？你这样子要干嘛？你敢对我吗？你这样闯红灯，我叫你停不对吗？你干嘛？我看你刚刚看到你，大家都在停的，对啊，我跟你叫你停，你不停，你是怎样？先到路边。先到路边了。我偏不要。刚刚是招来的。对啊。那要怎样？什么叫那要怎样？我爸妈都不管我，你要管我。刚刚爸妈不管你，那要怎样？轮不到你们来管吗？来，你靠边。我叫我姑姑来。好，你叫你姑姑来。好啊，没关系。好啊，来。好，靠边，你叫你姑姑来。好，赶快先到路边来，好不好？不用，我让你们来开呢。啊，跟我们回派出所好不好？我现在对你查证身份了。怎么样？敢管我？再拉到路边去啊！我现在对你查证身份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对你查证身份，然后如果我要现在，你要不要出示你的身份？不要。你不出示你的身份，我一定要。你来我那是好，就是看看你们那个。依照警察职权行使法，带回派出所查证三小时。好，如果你不合作，非欲抗拒，我们不得使用强制力。如果你抗拒，我就使用强制力。你敢？如果你抗拒，我就使用强制力。我现在叫你带回去派出所查证三小时。你敢？我怎么会不敢？我叫所有议员哦，你试看看。没关系，我全程录音录影。他怎样？他脚踏车闯红，我家停下，他沿路冲，还要撞我。谁叫他要管闲事？什么管闲事？来到这了，轮不到你们来管。差点被人家撞那要怎样？那我怎样？好，那你跟我到旁边走。车子先拉出的，车子先拉出的。你想怎样？干嘛了嘛？走开！非抗拒不能使用强制力，你抗拒我就对你使用强制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手表坏掉，等一下啦！等一下，我女朋友手表坏掉了啦！先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女朋友手表坏掉了。你想勒死我吗？我会告你啊！哎，我女朋友手表坏掉了。你冷静，勒死我！好，你冷静，你冷静，你跟我们回去就好。要买手表给我们。你不要让我等一下。我你不要让啊，你不要让那个钱。我们回去查身份证。你配合警察带。你不配合，我就使用强制力。对啦。你配合我们查。好，可是你不要动我。喂，龙哥。我是西瓜，你现在可以老人过来接我们三个过去上班吗？因为有我想要被他们带走。只要这把切过去，对，是你现在可以过来。对。